你别说，这摘星楼的景色还真是别致，一楼独高，后面就是拥月湖。天气都热成这样了，雾里还是这么凉快，连湖皮都不用撤。 你在这干嘛？我站住！哎，夫人，正好这大半夜不知道去哪里找人，去，给我拿石斛酒来，我要最好的竹叶青，不怕鬼。石斛。对，石斛。夫人，你脾胃不好，还是别喝酒了。我怎么加了你这么个窝囊废？天天一肚子火，喝点酒我怎么了？ 喝酒也行，咱少喝点，两壶。别理他，我花的是我娘家的钱，赶紧去。哎哎，小二，把酒都温好了。我要喝冷的。五壶冷的，五壶温的，夫人您稍后，我马上让后厨准备。等会儿酒上来了，你也陪我喝一点吧。 不会喝酒，你是不会喝，还是不敢喝？喝酒而已，有何不敢？万一你有什么不能说给我听的小秘密，怕酒后吐了真言呢？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话。 夫人好酒量，怎么，你也想留下来陪我喝一点啊？不敢不敢，无妨，我这夫君啊就是个摆设，不用在意。 夫人收下了，小的告退，小的告退。他还没走。哎呀，这酒是真香啊！我上一次喝到这么好喝的好酒，还是好几个月前呢。你别动，面冲墙。 就站那儿。这摘星楼的景致是真好啊，可惜了，有你在，说，是不是？夫人说的是。你这个人啊，除了有点三脚猫的功夫，其他一无是处。 居然让我爹拿命要挟，非得让我嫁给你，你说你到底有什么好啊？说，我听话。好，听话。那你就给我在这站着，站到明天早上。
我都喝了这么多了，你还不肯陪我喝一杯啊？你不喝，就说明你不是真心的。 你喝多了，我没喝多，我在想事情呢。长啊，你觉得我好看吗？ 除了我之外，你还觉得其他女人好看过吗？你说呀，有没有？有，但我只把她当亲人。 那时候，我刚被老爷从大街上领回谢家，还给谢家大小姐当马夫。大小姐刚满12岁，穿得很漂亮，是我平日里都不敢抬眼看的那种人。然后呢？有一次马受了惊吓，我来不及穿鞋，光脚去追，别铁骑里戳穿了脚底板。 是打小姐亲自帮我包扎的伤口，她的脸离我很近，就像你现在离我这么近一样。那是我遇见你之前唯一一次觉得一个人可以生得如此的好看，比戏文里的仙女都。 上面住的是什么人？回头，八楼东间刚刚住进了一对小夫妻，女的一看就是蛮横惯了的，训夫君跟训孙子似的，从一进来就吵架，整天都不消停。要不要我再上去一趟，叫他们小点声？不用，等他们明天出去的时候，你去看一看，砸坏的东西，让他们赔双倍。是。 你看你这不知所措的样，我没生气，我就是想把这间屋子砸个稀巴烂，好让他们相信我们。哼哼。